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五十集，阻击童话世界危机。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力量，让你们全部付出代价。孩子，不是我们抛弃了你，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改变。我发布通缉令只是为了让你回到我的身边，让您变回从前的样子。哼，爱我，那就把王位交给我。孩子，你还没学会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国王，你的错误会给国民带来灾难呐，也会破坏整个童话世界的和平。不要听他废话了，想得到什么就自己动手抢过来吧。没错。队长，我们看到怪兽了，开火。出自量力的人类都消失吧。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孩子，快住手！你等什么？快住手！从今天起，我将成为人类和怪兽共同的国王。我反对！我说玫瑰王子，你之前把菲菲变成了怪兽，现在又把自己变成了怪兽，真是丧心病狂啊！可恶的小东西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哎呀，好滑呀！这么弱的小东西，竟然也能成为武灵锁的主人，真是犹如武灵王的声誉。不过，我很高兴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无论你变成什么东西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很多怪兽和你一样爱吹牛，不过他们都成了我的手下败将。火灵之力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他的冰弹可以化解我的火球？我们打个赌，看谁先干掉这个小东西。可恶，竟然拿我的生命来打赌。我击中他了。我们的分数一样了，再来。小东西想逃走了，我们追。
心，有我。快躲到安全的地方去。小东西，不要逃了，乖乖受死吧。两个脑袋的怪物还真的不好对付啊，先把他们引到城外再说。这些石头真碍事儿。嘿，小东西在那里。那么多火球，你的嗓子渴不渴呀？要不要我给你买瓶矿泉水？小东西，你等着！武林之力，没打中哦，哈哈！这个怪兽不仅能控制火元素和水元素，竟然还能控制土元素。武林之力！啊！啊！糟了，被困住了！被夹住了！一回你逃不掉！哎呀！小东西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这个小东西还有其他的用途。喂，两个脑袋的怪兽，绑着我干什么？有本事来放开我，咱们再大战300回合。小东西没了武灵锁，我一回合就能拍扁你。那你干脆用棒棒糖撑死我算了。反正我是不会投降的。各位观众，玫瑰王国的王位争夺战又有了最新进展。玫瑰王子已经与可怕的怪兽融为一体，他用强大的武器击败国王的军队。我们的超级英雄猪猪侠也成了阶下囚。从今天起，玫瑰王国的子民们都成了这只怪兽的奴隶，被迫承认怪兽是自己的主人。你说错了。我是如实报道的。我不仅是玫瑰王国的主人，而且是整个童话世界的王者。你通知其他王国，限他们一天之内向我投降，不然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。我知道了。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接下来武灵锁，你留着它干什么？武灵锁是上古时代的神物，同时也是我最痛恨的东西。哼哼，武灵王，纵然你有翻天覆地的能力，但被封印在这里，就只能任我摆布了。是研究社的迷糊老师。来追我啊，来追我啊。别想逃。超人强，你醒了。迷糊老师用臭袜子把我熏醒了。真是个菜鸟，竟然成了怪兽的俘虏。研究社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现在你叫我菜鸟，我感觉很亲切哦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人救走吗？迷糊老师，我没事。用猪猪侠做诱饵，就是为了把你们研究社的成员引出来，然后一网打尽。我来会会这只怪兽。哼！啊！你怎么又使用黑暗之锁了？你会没命的，菜鸟，少啰嗦。
暗之族啊一起销毁掉。哎呀，还是快走吧。猕猴老师，你怎么把黑暗之锁交给超人强了？这不是害了他吗？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在你昏迷的那段时间翻阅了玫瑰王宫里所有的上古文献，结果很幸运地发现了魔龙王的资料。魔龙王？这就是那个双头龙形怪兽。魔龙王从上古时代就存在了，我猜测玫瑰王子只是和魔龙王融为了一体，但他们还保持着各自的思想。难怪那两个脑袋讲的话不一样呢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精神分裂了呢。魔龙王和武灵王都自称是怪兽之王，他们从上古时代就一直争斗不休，两个人的实力不相上下，都能控制五种元素。难怪我的武灵锁拿他没办法呢。没错，但是黑暗之锁是通过燃烧生命力来获得能量的，生命力不属于五元素，所以现在只能让超人强试试看了。可恶，我竟然感觉到了疼痛。这种黑雾不属于五元素。看我的厉害，我要撕碎它。可恶的小东西，图灵之力。魔龙王的鳞甲石化了，防御力变得更强了。木灵之力。看我的厉害。送给你 I just love you。 别跑开心，